彻底不舒服啊，彻底不舒服啊。我看这天上云呐、看到云呐、然后看到雾啊，然后看到那个天庭呢啊、看到天庭呢，看到天庭呢，然后有个人呢，长着白胡子的，有个人呢，跟从云上翻跟头，啪一下投胎下来了，投胎下来以后，他故事很多了啊，说有的人说他起离的时候是道在起离的啊，道在起离的，然后呢，他能知道很多事物的真相、事物的规律，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是老子，人家讲的老子哦，原来老子啊是啊，他最后一次啊，他投胎之前，投胎到地球的之前，是在天庭上面，在天庭的之前是在外星球上啊、他一步步来到人间，所以呢，他呢带着那个前世的记忆啊，所以他知道的事情比人家多得多啊，比人家多得多。我们那个通过云盘也是，比知道的事情比别人多得多啊，比别人多得多。是这么一个状况啊，是这么一个状况。又讲了这些，是这样，不想是，好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